是把家里的仓鼠找回来了呀！啃啃木桩，摇摇米袋，给蒙德添了那么多麻烦。你说的不是仓鼠，是老鼠。现在没你说话的份，无理的吟游诗人。 你嘲笑我的资本，就是从主人那里借来的力量吗？油嘴滑舌，这就是神之心，远远比不上我珍藏的华丽奇具呀！那大概是因为你的审美真的很烂吧。 算了，反正神之心已经到手的，走吧。趁骑士团还没赶来，不要留下任何把柄。呀，荣誉骑士，你醒了。 状态说不上是没事吧，刚才我发现你们晕倒在教堂外，就用元素力位你们治疗。那位诗人是先醒的，但奇怪的是，我的治疗对他的伤几乎没有效果。这种病人我还是第一次遇见，他自己却说着这很正常之类的话，想要离开教堂。离开？他去了哪里呀？蒙德英雄的象征，他是这么说的。 我想阻止他，但秦团长却说让他去吧，好奇怪。我记得以前温迪也在那棵树下疗过伤，是因为风神和风起地之间的联系吧？秦团长应该也猜到了，但不能和芭芭拉说呢。